追星也是技术活，粉丝为爱豆秒变巨型玩偶。小笼包上面写着什么呀？上面写的朱一龙的女友。我刚才不也在陪你吗？然后小笼包 love 朱一龙跟女友粉们，这边都是领应援的。彩蛋时间，爸爸，我们两个来耍个游戏。啥子游戏？我们两个身份互换，你也当我。啊，易烊千玺怎么这么帅呢？他怎么长出这么一张绝世容颜？我哪里是这样的？你何止这心？你演一下来。姐妹们在吗？你们出来看一下，我能不能够跟易烊千玺结婚？姐妹们在吗？在吗？你们谁能够跟我签一下易烊千玺的红线？事成之后绝有重谢，你有重谢。大家出来看一下易烊千玺弟弟的绝世生活。你好烦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易烊千玺弟弟生日的不幸环节。你又在干什么？我在看刘北山，他好惨哦。